是我最深爱的女人。你有最美丽的嘴唇，你拥有最动人的眼神，你带给我幸福。做什么都值得，爱上了一个人。哇，好听哦！有 feel， 有 feel。哇，第一首歌跟第二首歌啊，不用提示，天差地差。来，请说十二个字。最后吗？这是你看很难说。最后一个牌子是什么？可以看最后一排。上一行。上一行。是不是你的歌啊？修黄旗同学，你是哪一年出道的？2002年。2002年。对。哎呦，原来出道第一首歌。就一炮而红，哇！2002年萧煌奇的歌曲《你是我的眼》，好想听。OK OK， 大家应该都会唱啊，一起来吧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。你是我。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。一句，因为你是我的眼，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耶！真的，您可以唱得很清楚吗？那哈林哥，我们也可以唱吗？你也要唱吗？这个 key 你可以吗？我试试看。但是哈林哥，我出了新专辑，新歌可不可以先送给你？还要送给小哈利。谢谢啊！小蜜桃乐园哦。啊！可是你看这个脏掉了啦。没有，那是我刚在后面坐太久，第一阶段没蒸汽，所以嘞就来不及给你。然后这个是外面买的，是这样子，然后后面还有送餐具组，很可爱。哇！环保环保，好香，那你要唱对不对？好，试试看。那你要用那个小朋友可以接受的方式。不是他，是萧煌奇要用这个声音再唱一次。哇塞，萧煌奇加油！萧煌奇，你可以用小蜜桃的声音唱吗？可是那个我那个 key 很高哎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。那你可以低一点啊。试看看，试看看。那你要低一点吗？来，高八度，高八度也可以。萧煌奇自己的选择。就在，你是听得太入迷，忘记歌词，真的辜负你的苦心。各位观众，如果你才转电视过来，你还唱？如果你才转过来，你不要觉得萧煌奇唱歌怎么退步了，因为他在走水果哥哥的路线，对啊，要跟小蜜桃配合。重点是永邦进入奖金挑战赛。新同学永邦，永邦加油！上一张专辑是什么时候？还上一张，去年有发一张，去年有发，等于是之前就蛮久。2008年有发，对对对。今年呢，有没有发片计划？会，大概3月多4月。好的，你在出唱片之前的唱歌经验？就在餐厅驻唱。我以前有帮阿妹啊，帮张雨生啊，在哪里？在新加坡。哎呦！哦，你
你有时候是乐手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这样子。因为最便宜就是我。哎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便宜不好用也没有意义。对，所以说是便宜的里面你是最好用的，对不对？还是有优点。好的，你的歌路还蛮广的，广到能够当我们的百万大歌星吗？请看，哇，永邦感觉是难对付，就除了自己唱，还帮人家弹，所以会的歌更多。来，你觉得？歌比人还红，我想看有谁啊？歌比人还红，哇，好残忍！哎，其实真的有很多歌，就是那么一首，然后就一直红。好，歌比人还红。哎，变进行曲啊，这么配合啊？对啊，歌比人还红是什么歌？真的吗？你的选择，我选择背叛。背叛，耶！歌红到厉害。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唱这首《背叛》，曹格2006年的作品。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？ 你比我清楚，还需要说明白？把手放开，不问你去 say goodbye。注意。每个人都快得内伤了，好安静啊！惨的，大家都会唱的歌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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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这是提示吗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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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跟当当当当这是不同的歌哦，当当当当当当 ，Say goodbye 后面，求救。这么快就用求救？你刚刚第一关而已。刚刚参加比赛，你没有吃便当吗？你没有吃便当吗？这是提示吗？当然有啊。哎呦，有啦，当然。这个提示还有问有答哎。还有 A B C。当然有，那跟当有关系吗？你就当作有吃便当好了。对。Say goodbye。哎呦，太多字了吗？太多字哦。第一次对你的溺爱。你的最后一句是 say goodbye， 上一句对不对？对，当作最后一次对你的溺爱。来，我们先来看看永邦的答案。太明显了吧？答案怎么样？他在发抖哎，他真的在发抖。快一点啊！不要紧张嘛，男子汉对不对？扛下来。就是这样，答案确定。请揭晓。正确答案，请揭晓。对吧？是啊，你还不像所有的朋友。谢谢，真的，谢谢。还有，谢谢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真的看不清楚。接下来 ，KTV， 你是我最深爱的人。老实人要学这个，老实人要学，老实人要学这个。KTV， 听他们一讲，你就乱学。KTV 热门点歌是比较近期的，对的，流行的，对 KTV。哎，哦，送分啊，这个，哎，送分题耶！我觉得你千万不要选第一首永邦的，你是我最深爱的，这样训掉，训掉，这样显示不出实力。可是我寂寞边境动动脸或者两只恋人超过，两只恋人。可是我不唱我自己的歌有点逊，我也很久没唱了，就唱我的歌。就来永邦2001年的，你是我最深爱的。你是我最深爱的女人，你有最美丽的嘴唇，你拥有最动人的眼神，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，我的爱绝对是永恒，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。哇，有 feel 有 feel。哇，第一首歌跟第二首歌啊，天差地差。来，请说12个字。最后吗？哦，这是，你看很难说。最后一个牌子是什么？可以看最后一排。
上一行。上一行。是不是你的歌啊？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。做什么都值得，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，爱上了一个人，请看。我们要确定了啊！好，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要是永邦唱永邦的歌还不过，这个真的太说不过去了。好。还要选哪一些老歌手吗？怀念金曲，永远在你身边的老词人要学这个怀念金曲，永远改歌曲，都改歌曲。你们这样子不负责任。好，你要他选那个歌，你就要提供他歌名。好，老实情歌。哎，老实人要学这个老实情歌，不错。你是我最深爱的人。哦。再唱一次，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还要再唱一次，妈妈不丢。你在想，这也会有你的歌吗？如果会不会再出现同一个歌啊？会不会这么好啊？当然不可能啊！你要想啊，到底确定了没有？有谁确定？对啊，你是我最深爱的人。女朋友啊，林达。Linda。哎，这还不错，都是女生的名字。Linda、张学友、Angelina、陶喆、耶利亚女郎、童安格。生命耶利亚，我选耶利亚。来回味一下童安格1983年的作品《耶利亚女郎》。耶利亚，生命耶利亚，耶利耶利亚，耶利亚，生命耶利亚，我一定要走到他。哦，好好听哦！对啊，想好久没听了，真的好好听哦。以前这首歌是一个饮料的广告，对啊，是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啊！沙沙沙呀，沙沙呀耶奶，不要乱讲。沙沙呀，沙沙耶奶，沙沙呀是我写的。哎，沙沙呀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哇！沙沙呀是写的。好的，不是的老师。刚刚越唱越小声，可是有答案，请你再说一遍。耶利亚，生命耶利亚，耶利亚，耶利亚，生命耶利亚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，我一定要找到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，请看。如果这个是脱口而出，很可能是正确的，因为就变成一个反射动作，太熟了。这歌蛮熟的，听你唱起来。你快一点，我们要听沙沙哑了。对啊，好想听。沙沙不行，今天很沙哑。不行，沙哑，要找黄大炜来唱。要找黄大炜唱，应该蛮确定的吧？没有问题了哈。没问题。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很好，三关目前我们还没有用求救。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。顺利度过基本三关后，永邦第四关及第五关分别演唱陶喆的《找自己》以及周华健的《你喜欢的会有几个》，除了坚强的歌唱实力，更展现了个人的记词功力。紧接着来到第六关，选择挑战陈晓东的歌曲《心理游戏》。就让我爱你，你知道我最适合你，让我爱你，爱没人能比。就让我爱你，错过了彼此太可惜，这世界以我和你要在一起。永远的满脑子密密麻麻是你，你的方式和样子我都仿佛练习，多甜蜜又不腻，真爱让我多甜蜜又不腻。坐下，前面几个字，多甜蜜又不腻。陈晓东吗？对啊，我只会 sup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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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ffee dance， 单单单单单。这一场我输给了你，这一场求救好了。对，求救，求救。你不先给我们一点答案了，直接求救。三选一，三选一，起看。你的选择是 C 吧？啊，
答案确定。哎呀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再不爆冲，你就辜负全场。真的，永远在你身边，对不对？爆冲，怀念怀念。喂，突然坚持起来了，怀念金曲。好，怀念金曲。完蛋了吧？我家在哪里？珍妮，星夜的离别，青山，情人在恋，谢雷。你的选择是？我家在哪里？珍妮，1974年的《我家在哪里》。哇，好，注意了。经过这里，忘掉一切犹豫，还有一条轻小溪伴着青草地。不需要那么多，8个字就够，请说。是我刚才唱哪里？前面一句什么？忘掉一切忧虑，还有一条青，还有一条绿青，还有一条青青小溪，还有一条青青小溪，有没有问题？有不确定的地方吗？你是那个青青，你不确定是吧？绿绿啊。好，就这样子。你不要一字提示哦。需要吗？用用看嘛。不用白不用啊，白不用啊。不用白不用啊，用一下。不用，不用。答案确定。他刚还说要我们多给他一点帮助，不要。突然骄傲。正确答案，请揭晓。真的假的？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转过去。好厉害哦！爆冲啊！爆冲！闹哥，闹哥，你要下机关。好，爆冲！爆冲！来一个爆冲，庆祝一下。永远在你身边，你要选的是。永远在你身边的，请看。大哥，歌手梁，好朋友，兄弟，好朋友，罗志祥，朋友，好朋友。哎，等我念完。朋友，朋友，大哥啦。怎么样？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可以天天年年夜夜到永远。好，白闹二人组，我选大哥吧。大哥，柯受良，1999年的作品。不怕工作流汗见黑，不怕生活曾经苦碎，回头只有一回。你的笑颜难，哎，请问一下，前面不准，前面很难唱啊，大家都只会副歌而已。前面有人知道怎么唱吗？知道啊，刚刚他唱的不对啊，是错的，完全不对，因为音有点点不准，差蛮多。我也只是副歌比较熟。我不做大哥很多年。对啊，大家都只会副歌而已啊。对啊，可是也没差，上方三首歌，只有这一首，你还会一点副歌。永邦第8关没有通过，第7关的奖金折半，3万元送给永邦，期待他牛年的新专辑，谢谢。